消防员好危险嘅工作工作入边，咁啊，但系又一定要救到人，咁所以其实好羡慕嘅一个职业咯。嗯，咁嗱，你而家咧就即系叫揸咪揾食啦，咁你做唔到消防员，有冇少少遗憾感咧？冇啊，我后屘做咗西贡区嘅消防大使，都有少少成就解释系啦，冇错，都同消防有关系。冇错，亦都系向即系各位嘅市民咧，系宣扬呢一个消防安全嘅意识。冇错，冇错。咁啊，大家其实都知道消防员系。剛才有講啦，好危險嘅工作啦，係啊，所以大家咧呢方面如果安全意識夠嘅話咧，其實係幫咗佢哋好多嘅。冇錯，其實最基本啦，當見到有即係事件發生啦，咁見到消防員好緊密佢工作嘅咧，我哋作為市民應該行埋一邊。冇錯，冇影響住，冇影響住，冇影響，冇揸住手機，係啦，因為你真係要俾佢哋有一個適當嘅空間去工作。冇錯，冇錯，盡量可以我哋。身為即係唔好阻擋佢哋啦，協助到佢哋啦，其實就已經幫助佢哋好多嘅。冇錯啦，多謝阿威王為我哋分享啊！咁啊，梗係嚟到唔係傾偈噶啦，梗係啦，梗係要同大家唱歌啦！大家俾熱烈掌聲，劉輝王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Hello。哇，好耐未試過公開演出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其實咧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哇，千里迢迢嚟到呢度，咁啊，想分享一下自己。今日會帶幾首歌俾大家嘅，咁呢隻歌咧，第一隻歌送俾大家咧，其實咧都對我嚟講非常之重要。如果冇呢一首歌嘅話咧，咁基本上咧，我咁對於唱歌嘅興趣咧，就應該冇咁濃厚。这首歌咧对于我嚟讲好紧要，因为呢一只歌《爱如潮水》嘅歌系我第一次比赛嘅歌，咁啊好彩咁样攞咗冠军，于是乎咧我就突然间咧就好中意唱歌啦。你知好多时咧咁啊，系咪先？即系当你一样嘢攞到啲成就感嘅时候咧，你就会好中意嗰样嘢。咁啊，跟住你呢首歌咧，应该咧就系你哋认识刘威王嘅第一首歌。你哋如果想起刘威王的话，你会想起什么歌呢？送给你的歌，歌名叫做《不离不弃》。拍着太盘在听冷风的起劲，一转开眼睛，我突然惊醒，此际气氛变静。看着引擎顿了，远声中感应，原来极任性。望见爸爸的身影，得以反省。从来为我艰辛而撑起，最坏时候都不弃也不离。既苦涩亦是美，直到眼内全个世界凋敝，我才愿走。唯有
今晚都可以打開個電視，我相信你哋都有啲人咧同我講啊，我好耐未開過電視機噶啦，係啊，通常都係手機啊、電腦咁樣，咁啊，所以咧今晚有機會咧，他著個電視睇佢仲有冇壞到係嘛？咁啊，九點鐘希望你哋咧今晚支持啊，支持呢個節目 ，OK， 多謝你哋。若我有個美伴旅程。让我记着有多高兴，让我有勇气去喊停，没有结局也可即兴，难堪的不想，只想痛快事情，时间尚早，别张开眼睛，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，让我信自己的真理，让我有个永远假期，让我喝水也可嬉戏，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，时间就似活多一世纪，可不可以借你手臂吗？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，Thank you. 辉煌，多谢。我代表啲 fans 讲，系多谢你嘅爱与潮水，带俾我哋快乐嘅年代。哎呀！我哋所有人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啱唔啱听啊？OK， 最紧要最后嗰句嘛。厉害！好嘛，掌声俾掌声，多谢，多谢你哋，多谢你哋。Thank you. 好，好，多谢晒。